呜呜呜。好吃，再吃一口。好吃，里面有鱼加的不够，应该再加刚刚那样子的。还算成功，虽然不太好看。6月9号当天，我们在三峡的甘乐文创会有一个新专辑的抢听会，然后当天我们会很辛苦的准备手工巧克力给大家吃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，很好吃的巧克力，对，大家一定要来，超辛苦的，都给大家吃哦。